着无敌聚宝旗，我是主持人德瑜，赶紧欢迎面面俱到的大人哥摩尔投顾陈坤仁分析师。大人哥你好。德瑜好，大家好。我们常说邀请大家呢要订阅我们忍者无敌的 YouTube 频道，而且呢里头的单元都要帮我们看起来学回去。也许你老看我们节目会觉得说怎么都说这一句啊，这个老生常谈老话一句，但是今天我要举例给你看。我们两个单元，一个是讲大盘讲股票的这个股魔力，另外一个是讲这个非常好用的工具期货的聚宝期。我们都说两个单元看起来学回去，那到底有什么好处呢？你看今天的大盘杀声震天，是杀声隆隆哦，很多人也许都受伤了，但是如果你配备了期货这个非常好用的工具，今天可是赚钱的哦。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来，你先把我们的频道订起来。好，有任何的问题不要客气，我们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668085 0800668085，或者是透过大人哥的 LINE 小老鼠 DARIEN888 直接私讯大人哥都可以哦。好，那今天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大人哥咯。好，嗯，确实今天的行情的话是在就台股大盘跟柜买中小都同创近期的波段的低点，所以如果你有操作股票的人的话，请你务必要把我们上半段的股魔力的节目把它看回去，因为我这样讲好了，我在上半段的时候特别跟大家提醒两件事情，就是亡羊补牢犹未晚矣的其一叫做是你务必配备要有期货的工具，那其二的部分的话是难得一见的好坏股通杀的状况又来了。嗯，去年的创意错杀的时候，后来我们翻倍的行情。然后呢，今年的宝瑞在错杀的时候有没有翻倍行情？嗯，只有错杀才有超跌的低点。所以，既然好的股票都蹲下甚至趴下了，那你就好好的运用可能周末假日来跟我们相关洽询，或者下个礼拜的话，我们就加入我们团队来做所谓的换股这样的操作的动作。因为第二季的认养跟错杀行情才正刚开始而已。所以上半段内容很重要，那这半段的内容也很重要，因为就像刚刚德瑜说到的，我们 YouTube 频道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资讯分享给大家，比方说我怎么样都碎念，我怎么样都苦口婆心，我不管讲几次我都要告诉你，你拜托你一定要有期货的商品，因为期货商品它是一个没有限空令，没有融券回补，然后呢你随时要放空都可以放空，你随时要做多都可以做多，你没有股票的人你可以直接投机做多做空啊，你有股票的人的话，你可以用避险的方式，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说到的避险交易啊，就在我的 YouTube 啊，大人哥玩股啊，还有就是像股票期货啦，然后呢节税啊，然后呢怎么样看反指标啊，都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分享给大家过。所以，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多碎念了一点，因为行情有波动，它就自然带来了相对的利润，一定有风险。我先说了。风险伴随着利润，这绝对是一体两面的啊，只是你要看你怎么样把这个利润把它拿下来，然后呢风险去给它控管住。来继续看下去，今天的行情的话就是一度开高，然后呢也如我们之前跟最近这几天跟大家说过的，因为15800点它既然被跌破了，就只好变成是质押互换，那质押互换的过程之中一定会有就所谓的多方希望去做测试去做突破，可你会发现说其实今天看起来没有被突破，而且就功败垂成直接往下杀，而且今天是直接杀破了570，然后呢甚至回撤到了560，对，5600就是反正就是600这个关卡的位置啦，啊当然你会发现说也是如我们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因为质押互换的关系，所以你必须要白点的关卡一关一关看。嗯，那我很务实的说，因为今天其实我们原本估计叫的是小区间的行情，可是你如果看今天的盘中的那个杀盘的力道来说的话，其实你就发现说其实跌破了15700点之后的话，那个空方的那个力道还蛮强的哦，那个空方力道如果还强的时候的话，我们下半段不下半段，就是那个下一页投影片再给你看是什么样的状况来。所以行情要能够回稳，我觉得还是要请大家留意一下台积电跟联发科什么时候能够带领出来一个比较新的方向出来。那现在目前的状况的话就会变成是说，来这里继续给你看下一页投影片，那因为今天开高，然后呢测15800不愿意去做突破的时候，反转向下的过程之中，好，我们的聚宝期就出现了一个空讯，那空讯结果一空讯发出来之后的话，盘中杀了一大段，其实小星星有没有发现小星星出来的时候好像有点想要止跌哦，反弹咯可是好像没有弹过去，又杀到低点了。嗯，所以无论你是在这个小星星去做获利了结的地方，大约是那个15644，那这边的话大约可以赚92点。
啊，假设如果你没有在这边做获利了结的话，你有大部位的人，你可能这边先获利了结一趟，然后呢，对，分批的观念，然后呢，尾盘这边因为你是做当冲嘛，嗯，那你就必须要这边去做一个全数的平仓出场，因为不要担那个六日假日的风险哦。那因为当冲的人就务必要遵守一点半，最晚一点四十五分要去做平仓的这样一个动作的地方的话，哎，恭喜你，你在尾盘的时候你可以赚126点。25,200块，是的，就是25,200块。你用放空的方式，让你的今天的操作是轻松获利入袋。啊，如果你有股票的投资人的话，你可以用期货来去就是避险，去做一些弥补你的一个股票的损失、嗯。我就说了，我们的团队的股票难免受到一些冲击，因为今天这两天叫做是好坏股通杀。对，但我知道什么时间点可以加码，或者什么时间点应该要去做换股。那这是我们下礼拜要做的事情。嗯、好，那就继续看下去。那万一这样假设好了，我就说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所谓的当冲，那怎么办？没有关系哦，那真的没有关系，因为我也说过了，你如果没有办法做当冲的人的话，你就用好你的50万的资金的部位，跟着我们的聚宝期做短波聚财，顺着毛摸，顺着趋势的毛摸做波段，做波段，对啊，但是你不要放大口数，你不要觉得啊。聚宝期怎么那么厉害啊，这边做多也赚钱，那边做空也赚钱，好，下一个 all in 给他下去啦。不行，只能一口。对对对，拜托拜托拜托，请你那个用50万的资金，然后呢赚到了100万的时候，哦，那就是你看50万赚50万变100万的时候哈，嗯，不是叫你放大倍数哦，嗯，先把你那个获利入口袋。好，然后再从50万开始做、嗯、那到时候变100万的时候再去放大部位，再变两口。对对对对，我希望你加入我们聚宝期的策略平台的时候，不是 all in 压好压满好棒棒、嗯、而是先让你认识这个期货的商品。哎，我先下一个投影片，这我昨天做啊，我反正我的节目就是这样子啊，我的节目就是会有那个古摩利跟聚宝期嘛，哦，来这、嗯、给你看一下，哎，这就是古摩利啊，对，啊，这是聚宝期啊聚宝期，然后我就说了嘛，你看是大人哥玩股，对对，底下哥大人哥玩股，然后有一些专访，如果能放进来的，我会放进来啊，不能的话、嗯、会放在 Telegram 给大家啊。也回来到节目的重点，也就是说，你看我昨天不是跟你说我们的四月份的绩效的那个绩效，嗯，啊，我赚钱我告诉你啊，啊，我赔钱我会告诉你啊，因为本来就没有稳赚不赔，就像我说的，四月份的绩效的合约，四月份合约的绩效的话，赚10笔，亏7笔，只赚了500点。因为它只有前半段好做啊，后半段盘就闷住了，所以它就是赚一个500点的行情。那500点也可以那个获利个10万块，一口10万块也不错了啦。嗯，真的。然后呢，我也说过了，在过去几个月的状况来说的话，也是一样啊，赚赔都告诉你，赚9笔亏5笔，赚12笔亏12笔，然后呢赚15笔亏11笔。可是你会发现说，其实这几个月的行情过去之后，哎，怎么50万赚到嘞？啊啊，对。然后呢？哎，怎么好像你认识期货嘞？嗯，哎，怎么好像觉得习惯它的波动了？对对对对，你这种今天就算今天行情是跌100点不怕啊，涨100点，哎，也不怕啊。那你就认识了期货了，你就可以更清楚的、更往所谓的期货财富自由计划的这样一个计划去做迈进。所以50万本金，然后呢一口大台子，然后呢跟着我们的聚宝期做操作。啊，你如果得用纪律的方式赚大赔小，赚大赔小，赚大赔小。拜托看，你如果可以的话，把这个地方把它，哎，我把它放空一点点，好，把它截图起来。对，你可以把它截图起来，这是我给我们的团队的纪律，也是我请你要遵守的纪律，也就是纪律操作，赚大赔小，然后呢聚沙成塔，然后呢获利翻倍，还要追求到你的财富自由。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是要多少钱你尽可能拿回去，因为这市场上面永远会翻指标。对不起，我。对散户的心态还是比较偏，关怀一点了，但是真的是零和市场难免会有一些，就是你赚的钱就是别人赔到的钱啊，我赚的钱可能就是另外一个人赔到的钱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发生。嗯、来，另外我就要说了，这个周末我们的财富自由计划的清代实战班，我会正式把它结案掉哦，因为已经是额满了，因为我们的操盘室没有办法容纳这么多额外的就是这么踊跃的，因为我们必须做到量身规划。对啊，因为我们的经理人就是逐一通知，所以真的有限啊，除非我再去扩增我的经理人，就是才能够再为那更多的实战的，就是需要学习期货技巧的交易员们。嗯，好，所以300万以上的资金，然后同时交易5口以上的部位，1到5口，甚至是10口8口都可以，因为你要看你的部位了哈、嗯。来，所以这礼拜这正式额满，
那下礼拜回来的话，我们就带着我们的清代实战的团队，或者是说就是加入我们的聚宝旗的团队，就是直接一口单开始做起的这五十万的小朋小资族小朋小白们都可以。因为我觉得我喜欢小白，就是不要有太多的立场，不要预设立场，你不要这边该放空的时候你就没跟我凹单做多啊，该做多的时候好恐怖啊，不敢做怎么办啊。好，所以你就是跟着我们的聚宝旗就去做顺势，然后呢多空双向操作。那清代实战班的话也欢迎大家的洽询跟加入，那用 LINE 跟0800跟我们做相关洽询。以上就分享给大家了。好，我们的这个操盘室清代实战班呢，在这个周末假日就正式要宣告截止了，因为我们是量身定做，而且它有这个时效时间性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很不好意思。那但是呢在这个周末如果你还想参加的话，还是有机会，邀请大家把握了哦，0800668085我们这个免付费的专线电话，或者是透过大人哥的这个 LINE 小老鼠 DAREN888 私讯大人哥都可以。当然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小资族，也就是利用我们聚宝旗非常好用的这个策略平台，五十万一口大台指开始做起的这个财富自由计划呢，依旧持续的进行当中，也邀请你跟着我们一起赚起来喽！祝福你周末假期愉快，有任何的问题不要客气，直接找大人哥哦。好，也谢谢我们面面俱到的大人哥喽，摩尔投顾陈坤仁分析师，谢谢大人哥，谢谢。喜欢我们的节目，请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影片的上片通知。要获得最早最专业的盘势提醒和更多的精选个股分享，请加我的 LINE 和 Telegram 官方账号 ID 是小老鼠 DAREN888。 谢谢大家。摩尔证券投顾0800668085。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